猜猜看，2004年谁最红？徐乃麟跟张飞为了他吵架，他更是广告商的最爱，大街小巷的看板都是他。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天天都在报道他。没错，他就是林志玲，号称台湾第一名模的他，进演艺圈短短一年，却让台湾人无所不为他着迷。即将主持金马奖的他，跟即将主持金钟奖的小 S， 在康熙狭路相逢，蔡康永两面不是人，他到底要怎么解决呢？今天康熙来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眼睛都睁不开来，因为2004年两位台湾人气最佳的美女要相聚了。你人好好，我帮我算进去，我还担心你会说些很伤人的话呢。我旁边的徐熙娣小姐绝对是2004年台湾人气最旺的美女之一。也还好啦，没有那么夸张。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来宾林志玲小姐，欢迎。对，你是排名第二的广告女王。对，我排名第二。你怎么要脸讲她排名第二？美凤姐第三呢、啊，真的啦。谁第一？噔噔。但是第一名的小 S 是我吗？很久没在排行榜了。广告量第一吗？广告量。可是收入比林志玲少哎。收入我是不太 care 啦，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说我曝光过度喽，不要说我代言过多，第一名在这边，第一名是我，第一名是我，这排行榜是我自己设计的。你单支价码比他低，所以你总收入就被他打败。会吗？你没有头发可以选。对，没想到播的你知道没东西，只好抓耳环。你是不是最近都开始发现很多排行榜？你跟林志玲会互有胜负。我跟你讲，我最近在演艺圈这条路走得真的很辛苦，因为以前比如说不是真情指数，没有，以前比如说谁的臀部最翘，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小 S 最近有在健身，臀部很翘。然后最近真的一直很累耶，因为动不动就会有人说，哎，林志玲的臀部比较翘，还是你的臀部比较翘，一直追在我后面，我真的很辛苦。你知道我要维持在第一名真的很累。什么维持在第一名？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的？好，我自己设计的排行榜。你的脸比较小，还是他脸比较小？这不重要吧？过去，去勇敢一点。可是你们要知道他比较高哦。我没有要比高度，先比脸。摆在同一个平面上，不要在后那么多。你在后面，我就变大脸。差不多哎，差不多了。真的吗？真的吗？好，回来没有比他长很多吧？没有没有，我想身高不用比了吧？没有要比身高，今天林志玲一直坐在那边不要动，那我就放心了。我会免得还要请工作人员搬那个东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一些矿泉水啊。好，你真的要跟林志玲比哈？我们今天有帮她制作了一些破纪录女神的惊人表现哈。好，最下面这一个有帮8个大型国际企业代言产品，你好像一个都没有。我有啊，对啊，有啊，下次有很多，很多。我只是现在不想讲，广告嫌疑在。6支电视广告，每支价码都是7位数。在讲我是不是？我现在是同主持人吗？你几支啦？好多支哦。你有超过6吗？有，真的有。有没有？有没有？公司员工帮我算一下。10支啊。不好意思，徐熙娣有10支吗？是电视广告。可是人家的广告有经典，有啊。林志玲，你的经典名句是哪一句？才不会忘记你呢。没有，你这句话前面你还有一个那个语助词，你有没有发现？不是这一个，你要出门前你就这样要关门，然后就才不会忘记你呢。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我听起来有这么嗲，是不是？你先坐下哈，你先坐下，所以跟高度无关，因为我要叫他演一下这一段。来来来。什么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哎呀，糟糕了的意思，哎呀，糟糕了，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关门，然后忘记自己带东西是那一刹那，我这样，还不会忘记你呢。好，所以有那一段过程，然后才不会忘记你是用什么动作？是刚刚那个手势吗？是亲 yogurt， 这样。可是你刚才那个太
不是这样，你是是这样，有这么嗲吗？有，真的。好，那那你去做好，换徐徐丽演一次。好，来，开始。健康一点，再健康一点。啊，才不会忘记你呢！不要脱戏了，不要跟这个优格培养感情啊！那你开始不弄钱，还有一个也经典，就是破音的那一只，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也要他们特别选了一个破音的吗？对对对，那个有动作吗？没有哎。你没有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拿那个刷子刷舌头，应该加一段会更红，对，加强印象。好，下次我没有林志玲的广告精彩片段。含50%天然海盐及芦荟精华，深层洁净，滋润按摩你的肌肤，让你有如 SPA 般的洗澡享受。身材均匀，刚刚好，芦万家香，刚好。植物奶油，奶油。才不会忘记你的，植物奶油大力果实优格。You with that smile so divine, what I wouldn't give to spend some time, make you mine, what I wouldn't do for a little more light and you, what I wouldn't do. 帮忙试试。很敢呢，怎么说？你不敢这么嗲啊？就是要弄出那种困困的样子，然后就好像刚睡醒的感觉。刚好一早的通告，所以那时候我还半梦半醒的感觉。所以牛仔裤广告的舞蹈是你自己编的？嗯，其实就是随性跳的，当然就放音乐说，我们来试着扭动一下身躯这样子。你几岁开始跳舞？我小学是舞蹈实验班，然后就小学时候学过，之后就没有了。哦，对你来讲，当着大家的面前跳舞是很普通的事情，是不是？对，我很喜欢跳舞。有时候在后台还没有开始之前，音乐下了，我都会在后台先狂跳。真的假的？今天反正穿牛仔裤没有关系，所以你在你的位置上表演一下刚刚那个空中踢腿好吗？空中踢腿，好来。腿好长哦！我也要表演，我也要表演，我要硬是要露内裤抢版面。我也想这样给你。行了，我今天穿短裙了。那你自己穿，你也要拍我们的翘臀女王小 S。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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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这边好吗？可以吗？会曝光啊！我帮你看，我帮你看，没有问题啊。拜托，真曝光的。心机重。好好玩呢。哎，怎么差那么多啊？对，因为这个腿短很多，不公平，不公平！帮我遮一下，我下不来。来，帮我挡住，帮我挡住。别挡住了。所以不要跟我在一起。需要到这个地步吗？刚刚人会光芒会被抢走。林志颖刚刚一开始的那一个是第一支好像是差不多3年前的广告吧。啊，对。对，你现在那个肩膀上的雕还是自然的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OK， 可以。所以其实你私底下本人也是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真的很不要脸，你真的想要做着主持啊？对，就要把那个拿出来，我就一定要逼在旁边。对，我私底下的声音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嘛。嗯，他在帮我拿一些任何的产品，因为我喉咙不舒服。不要拍那个。其实我也可以站着跟你聊，比较有礼貌。来。不要拍下面，真的不要拍下面，不要拍下面，带到带到，导播从下面往上带，因为我想很多人会就是觉得。
因为其实你声音很甜美，但是还是会有人说，哎呀，怎么可能有人讲话就是这样，好像蛮多人觉得我是装的，但其实你讲话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对啊，所以半年后应该会习惯。你最近有拍一个汽车的，你有特别把声音压低，对不对？对。所以那个压低以后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刚好那个是讲法文，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讲中文会比较奶，你会不会？我觉得女孩子讲中文可能就习惯有那些语助词，对，法文比较难。你想不想？好不好嘛？可不可以嘛？就会比较嗲。可是我觉得好像讲英文或法文就会感觉比较。那句法文是什么？它是 Je ne sais pas joli， 然后就是感觉可以压低一点。Je ne sais pas joli。好，所以这种声调你无法运用在中文上面吗？比如说，你如果一家烤肉万家香，用比较粗犷的声音呢？一家烤肉万家香，下不去。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卖，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广告这样不卖，好像啊，我才不会忘记你呢。就不卖，对啊。那不然我们来比，就是跟男朋友撒娇。主持晚会遇上长篇大论的高官林志玲怎么做？兄弟，今天很荣幸来这边欢迎各位参加这个典礼。我们创办这个典礼已经有41年，这个地区的林小姐你在干嘛？这是超过10分钟哦，这么久。小 S 遇上同样的状况，却会说：“怎么你们小美包有完没完啊？还有我，不要。”怎么了？跟他好了。你居然，我要跟你们俩主持典礼，已经快要喷血了。辛苦你了。好，所以你要撒娇。就假如我们两个对你撒娇，你看哪一个比较会让你心动，好不好？那谁先？我先。好，你先喽。不管了。你带我去看那个。你刚干嘛用胸部顶我？男朋友。那我看那个再见了，可我好可怜啊！你早就喜欢小狗了，一诺一诺，神经病！好，去看。那我们要一起落泪哦！啊，一起落泪！我们一起进入那个电影的世界，好吗？你好可怕！那你还附身？那就是这样子，你讨厌，跟我说坏话。100分，就在箱子。那我也，你在这箱子。什么箱子？你要干嘛？你干嘛？林志玲到我这边来了，绕过他。好，来，好。那个金马奖的主持，就真的要麻烦你了。没有问题啊。不过我在台上讲不出话来的时候啊，不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别担心，你一定会比徐熙娣主持的好很多。你说什么东西啊？奇怪，我怎么扯下去啊？天理会有声音，人家比较正常啊。你刚刚那个太恐怖了，可是很感人。就是我认识男生，我比较会被你打动。对啊，我这个也太可爱了。对啊，好像。很可爱，你会觉得很卡通人物、啊，很可爱，对，又一个第一名了，超计较的。好，他刚刚讲的那件事情，你有担心过吗？因为他敢接金马奖，你为什么那么闹啊？接个金钟奖，叽叽哇哇叫。可是你最怕什么情况？最怕冷场，我也是。一定会冷的、啊，什么关系？可是不要怕冷场，就让他冷。可是那种气氛我也让人家受不了。如果冷场的话，就是你讲了一句话，然后真的大家都不笑，然后气氛很凝重，你会怎么化解？我就自己哈哈哈哈，然后继续讲下去。这样搞清楚。好，不然应该我们要演一个可以见出你们两个在典礼里面高下的哈。那如果我们俩一起主持，然后那长官在台上一直废话连篇都不肯下台，哦，这个很麻烦，因为有的长官很爱废话。然后对，我们也不能打断他，那样很没礼貌。然后他们就说快点，没时间了。那你说我们俩要怎么办？好，我看林志玲怎么打断我，然后换你哈。兄弟，今天很荣幸来这边欢迎各位参加这个典礼。我们创办这个典礼已经有41年了。41年前开始，我们就为了这个地区的林小姐，你在干嘛？你不要害他。主持人可以开口说话，为什么主持人要自己话？是别人对着主持人话，因为他讲话打断他不礼貌啊。可以，林志颖可以打断他，你到时候就跟他说，
长官，你致辞已经超过时间了，你就用那个刚刚那个吉屋你用英文声音讲就好了。长官，你致辞超过十分钟哦，这样太久了。对对对，你这话一讲出来，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对，立刻就哎不好意思，就是。那那时候我就不能用了。你在他前面，你可以先用掉啊。长官，你们上来吧，有完没完啊？好，好，先不要担心这个电影的事情。好，拍广告，你刚刚看他的表现，那个舞蹈部分你是不是输掉了？不会，小 S 比较强。你也知道我是什么出身的啊？对啊。啊！你今天怎么那么惨、啊？就是最近腰不好。好，所以我现在比较一下臀部了哈，因为你们两个人公然在群众面前说，林志颖说他六十分，然后你一百分，对不对？对。哎，你干嘛下来？陷阱！我没有要叫你下来。好，面对着我吗？臀部可以对着上面。我今天可以摸小 S 的臀部。你可以，你可以揉，你可以请啊。你捏，你用力捏，捏它，这里捏它，掐它，快点揉，用力，整张手，不行，你这样是不对，握住，整张手握住，揉对，有没有？有没有？不好意思，我放了一个屁，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骗女人啦，骗人！现在换范文静到这边来，屁股屁股对着小 S。你怎么还忍不到？没有移动啊，你有肉真的 ，OK， 真的也不错。所以他是客气吗？他六十分，你一百分，也是实在话了。没有风度，客气客气，因为他屁股真的也是很棒。没有没有对。所以那时候有人有演艺圈的大哥为了你在电视上面吃口舌之争的时候，你是真的觉得很内疚，是不是？就觉得为了你的事吵架。对，因为我觉得后来仔细去看一下，其实就是个误会。对，真的是对。然后刚好那一阵子我在国外，如果在的话，我应该会牵张飞大哥的手，徐乃麟大哥的手，然后我们做好朋友。就是，对。那两个大哥一看到你就一定酥软了，根本不会。可是心里会不会有一种那种很有就是爽快的感觉？两个大哥为了你吵架，哎，其实不会。嗯，你人生中有很多男生为你争风吃醋吗？还好啦。有没有为你杀过人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跟那种黑道。OK， 那刺杀呢？为了你自杀？没有没有，为了你打自己？就你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不爱我？不会不会，跟我在一起男生一定要很健康，很爱惜自己，很上进，所以应该不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哇，他这样讲，从此秒开始，台湾就出现30,000个很上进的、上进开朗，就是开朗的，对，不会那么负面。我好像有看到报道说你没办法接受脏的男生，是不是？不会啊，不会吗？还好啊，就你喜欢男生身上有那个香水味、古龙水味，还好还好。我觉得男生他们有，就像自己家里有兄弟姐妹，就知道说啊，哥哥大概都是那个味道这样子。对啊，男生有他们的自己的，自然就好，自然就好。可是志玲好像人生到目前为止只谈过2次恋爱嘛，对，然后一个就是7年，另外一个嘞，另外一个就比7年短，7年之后那个有3年吗？所以目前是空窗。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讲实话呢？当然是真的了。好了，那应该是真的。为什么连你都受不了？受不了，你都会被撒娇要头昏吗？所以7年那是怎么回事啊？7年就是第一个初恋男友，然后大学时候认识的，这样。对啊，然后交往很久，后来还是没有成功。是因为他怎么样？什么叫成功？肝脏出问题吗？成功应该就是结婚啊，以结婚为前提哦。嗯，怎么会这样子？这什么表情？就是暴殄天物啊！哪有你就看到女生第一次甜了就想结婚的？其实我交男朋友，我都会希望说我们可以结婚，好不好？就每天买新娘杂志回来翻，说我要这套，买那个裙子什么这样子。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可是就会就是希望以这个为前提作为最终的目标。奇怪哦，所以下一个男友就是要结婚就对了。好像也差不多了，这个年纪。其实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有 baby 了。你有没有被教育过说以你的美色，你可以把男人践踏在脚底下？不可能，玩弄他们，你鼓掌。不可能，谁是教育他的这个？这样做总有一天他就这样对你。你已经被这样对了，所以什么差别？我觉得你可以开一个班啊，教你们这些变成魔女，是不是？对，教我们这些女生哦，魔女的条件。哦，所以你在感情路上是笨蛋，真的可以这么说，受男友控制。不会到控制，可是就会比较觉得一心一意要为他，对，就
比较、嗯、是他哥哥说他一谈恋爱就变笨了，对啊，变笨是不是？不是这么，不是这个错。其实每一个女孩子都会变笨，对啊，徐熙娣也一样嘛、啊，就是，可是那时候傻，智商变成零或者二，零跟二有什么好分的？好，这里工作的时候恢复到二，这里回去做一下，我先回去做。哦，完蛋了，这个你完蛋了。这个我真的输了，真的。怎么办？你上了几个封面？几个我没算呢。好，所以你对于他的这些封面有什么？其实讲真的，每每在杂志上面看到林志玲，或是电视上看到他，真的连女生都是会忍不住说：“哎，真的很正。”他的 pose 有比你厉害吗？还好。你摆得出这个吗？这有什么难的？这还蛮容易的，对不对？可是他乳沟那个蛮厉害的，逼我拉了。好 ，pose OK 了，我是可以做的。17次杂志封面，你大概输掉了、嗯、对，今年就五次。哈，哎、欸，你当时为什么不赶快也去弄一个？会太明显，对不对？对啊。林志玲这个已经卖光了，对，几套？6000，6000套全部卖光了。一套多少钱？200。然后卖的钱是拿去全部捐给那个时候水灾的灾民哦、所以你成为台湾第一个被做成邮票的人，心里是作何感想？我觉得很荣幸。嗯，他弄了一张好性感的放在邮票中间，真的真的漂亮，谢谢。这个很性感，当时有特意精心挑选吗？有，我们挑了很多，然后给邮政局挑，所以最后 final 是他们来做的。所以其实你的面就是你很多方位耶，你看你又可以很清纯可爱。然后这种性感撩人的表情，要你摆也难不倒你啊。嗯，希望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喽。因为模特就是要比较多元化这样。你过去在椅子旁边，我们要喊一二三，需要摆出性感撩人的表情了，加油哦！一二三 ，Action！ 不错哎，我们这一集就一直这样子到结束了。观众已经不舍得叫我停下，感觉应该蛮好看的吧？很好看，很好看，两个味道还是不一样。味道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林志玲比较清新一点，你比较风尘味。真的假的？因为待在酒店有两年的时间。不是啊，因为你今天打扮得很华丽的。我今天风尘味吗？我在等你吗？回来了，不要那么小气。居然用风尘味来形容我。好，邮票你输掉咯。邮票输，还有一个你可能会输哎，最后一个，一年主持金马奖、哦，这我真的输。你怎么了？你不是主持金钟奖吗？可是我已经入行十年了耶。那一年就接咯，是不是够胆？对啊，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得最佳勇气奖，就接下来这个工作、可是不会有问题啊，就是因为金马奖之前的主持人，女生主持人很多是来自香港的明星，他们的国语不会比你好啊。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我会加油。而且其实康永哥给我很大的信心，还有安全感。他跟你说了什么鼓励的话？他说要做功课，可是那些功课不是要拿来说的，我们是要把气氛用得火热一点这样子。他有叫你做功课哦？没有啊，我叫他不要做。他一直说他做功课，我就说，对，林志玲，观众不是要看你做功课，观众要看你。就跟我跟你讲的一样啊。对啊，因为我就说康永哥，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不想主持了。他说你放心，你只要露就好了。我没有跟林志玲这样讲，露越多大家越开心。是真的。你看我那几套礼服有多露啊？因为我原来很怕志玲像她的嗲一样，就一直会说嗯怎么办怎么办，就一直很惊慌很惊慌很惊慌。如果是那样子，我就会有点想说、怎么办？他说只剩我一个活人。可是当我跟他讲说。志玲，你一定要很漂亮。他说会，我说可是只剩下一两个礼拜了，会不会来不及弄衣服？他说来不及也要弄，就是他完全是有斗志。天哪，谁帮你写的台词？就是他，我觉得他人就是这样子的人呢，他不愿意接受不努力后就失败的结果，对不对？很敢拼，既然是这样，就一定要好好做。你看，你看人家，我礼服都已经订好了耶！你整天在那边跳来跳去，说我好后悔，我好悔，要来做噩梦，你有毛病！我真的是很害怕啦，真的。你没有做噩梦吧？目前没有。对呀、你看，因为金马奖还有一段时间呢、下礼拜应该就会做噩梦。对对对对对。你有 model 比较见过令人紧张的大场面。可康永哥一直叫我放轻松，越轻松越做得好。对，你走秀有怕过吗？
第一场的时候很怕，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先上课就直接上秀，然后又不会走高跟鞋，就是就一边走一边抖，然后定点 pose 就全身这样一直抖，一直发抖，有抖到肩都耸起来啊，就自己觉得说我干嘛要这样抖，可是又稳不住这样，后来就好了，后来就好了。所以你有经历过那种走秀然后很神气，但是却拐到脚那种情况吗？拐到脚没有，就勾到裙子，然后无法前进，有，那怎么办？就蹲下来把裙子的纱拿掉。继续走，直接蹲下来，超镇定，因为你已经不能继续走的状况下，好好好，又要完成。来演一下，来演一下。其实有很多婚纱，很多婚纱其实非常长。从那边走过来哈，OK。林志玲会走红，连自己都想不到。突然这么红，然后一天到晚被报道，这个对你来讲都适应良好，从来没有哪一天早上醒过来觉得是假的，或者是……我常常醒来觉得说发生什么事。现在为什么我变这样子？我真的那个问号到持续，怎么会突然红成这样？到现在还会在那个问号，不知道。我真的不晓得。我到底跟你差在哪里呀？为什么？你做了什么？我没做。怎么了？康熙来了。OK。都到了，所以那样子观众一点都不会觉得有问题。其实还好，好，对啊，会有点像在有一点，有一点，我一直觉得专业 model 跟 CD 不一样，就他们走路的时候会一颠一颠。我走路也会啊。你再走一下，我看一下好不好？你看他那个步子会这样颠，对不对？我早就发现，拜托，我待过巴黎耶。对啊，这步子是我会啊，我你会吗？我会啊。好，那你颠一下。你先叫他坐下。是的。噔噔，好，我会颠、啊。你真的会颠吗？我每次走秀都满在颠。有吗？有。为什么我看不出来那个颠的感觉？有。哦，我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你个子太小，看到就是在跳而已。你看我也是很有什么，你有对它有颠，有那个律动的感觉。可是为什么它跟你的样子不太一样？它，我觉得啊，我觉得是因为你比较把重心放在下半身，然后其实那个气应该是从头的底部拉上，一直往上涨的。哦，所以当你上半身比较撑起来的时候，它的律动感是会开，我懂你意思，往上颠不是往下，对不对？对，你踩一步下去，其实是让你的身体起来，而不是往下。我懂，再一次，我可以成功，真的。哎，我进，就有点这样子。哦，对对对，心理进步，不错啊，林志玲蛮会教的耶。有，怎么样？真的有，真的有差，你走走看，快点，真的有。我为什么要走走看？哎，读书人也可以走秀啊。谢谢，我对付你们两个。我也要做噩梦啊！我在哪里？你真的耶，你讲到重点了。对，就上身碰到过有人不一样。之前不晓得这个诀窍。对，我觉得大部分其实问题都在上半身，很多女孩子一走的时候，这边就会僵硬。没用啦，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大家本来就知道吧？你以为观众是白痴？算了啦，这箱子已经没意义了。所以你碰到。如果有女生掌握不了这诀窍，她就不能够当 model，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风格是最好的，不然一场秀大家都走一样的模式也不好看。对，可是最重要的是说那条线我觉得很重要，它会把你的气势提起来。你最近当一个塑身机构的那个，你是说也是老板的意思，说你自己也投资啦？对，他们就建议我说这样做，然后我觉得也好。所以你们本来真的有闹翻吗？其实没有。OK， 完全没有，对，因为后来大家就在猜说是不是其实一切都是已经布好局的，就假装先闹翻，然后最后再来一个大和解，然后让你入股，就一切是设计好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局，对我来讲的话也不会太好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只是后来我觉得中间那段过程也没有必要说多做什么解释，事情会发生。所以意思是说你接下来的这一年会身材变得更辣吗？好啊，希望是这个那个机构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吗？我觉得一定要保持，其实做模特儿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 shape， 至少不能发胖。对，可是他那个机构不是说还会让丰胸吗？有包括这个吗？丰胸丰臀啊什么的。
其实我一定有这样子的效果，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加上每个女孩子自己要努力做，所以你2005年会变得更辣，应该不可能吧？我期待中，期待中。我觉得应该不会啦。也没帮助的。现在市面上那么多林志玲接班人，你有没有真的觉得谁还不错？对，康熙做了一次。从你来过之后，康熙又做了一次，邀了三位名模来，姚彩颖啊，然后还把你的人形看板摆在这边摆一样的姿势啊，这种事会困扰你吗？不会啊，我觉得很开心，我还会比较说，哎，谁好可爱，谁好可爱。那你觉得谁？我刚刚跟那个全民大闷锅的那个照相，我觉得他好可爱，而且他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全民大闷锅有一个模仿林志玲的，嗯，冯元珍，对对对，啊，那笑起来好可爱。对，所以你自己平常看这些所谓的林志玲接班人，你也会，你本来就认识那些 model 吗？我认识。OK， 彩颖我见过，然后佳琪很熟，小林也都很熟。Uh-huh. 那你觉得他们三个谁最能成为林志玲接班人？嗯、其实我有时候想说，你们这样讲他们会很生气，因为像佳琪他们本来就是非常有名，对，而且在模特儿圈资历也很久了。然后小林也拍了非常多的广告，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属性了。嗯。Uh-huh.对啊，所以你说林志玲接班人在画对他们来说不公平，是不是？我会这样觉得啦。嗯，2004年这一年之内，忽然这么红，然后一天到晚被报道，这个对你来讲都适应良好吗？从来没有哪一天早上醒过来觉得是假的，或者是……我常常醒来觉得说发生什么事，现在为什么我变这样子了？我真的那个问号到持续，怎么会突然红成这样？到现在还会在那个问号，嗯。然后我都觉得，如果金马奖我们所设计林志玲的那些展现自己风采的方法都成功的话、嗯、台下那些香港的大导演就会抓他去演戏，对啊，然后他就会更红啊。一定要阻止你主持金马奖。你要来主持吗？你这样我就吃亏啊。你看我主持金钟奖也不会因此而更、啊、你就可以多演几出八点档苦情悲剧啊。可是我是能拍电影，不是跟周星驰和成龙？对啊。哦，就这样吗？不要再瞪我了，我痛，要往那边等。不会啦，希望有更好的。我的意思就是说，2004不见得是林志玲人生的高峰、啊。对，搞不好还可以再更厉害。你有没有想过说还会再更厉害？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和野心，我都觉得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真的有就是我的，然后没有的话，嗯、我还是很快乐、嗯。一切都不见了，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快乐。真的吗？嗯，真的。所以你现在有很。比方说，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登很大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今年我真的觉得刚刚开始啊，大家看到我的新闻都是和一些负面的新闻连接在一起的。绯闻，嗯，绯闻啊也好，我知道言承旭，嗯，或是什么富商啊，林百里，你们两个都有做功课哦。或者说怎么吃饭呢、啊？一开始是负面新闻，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林志玲有自己的新闻，不要跟这些名字连在一起？我无法计算那个时间点，可是我觉得还好有那个过程让大家说真的去看清楚真的我。你记得你第一次到康熙来了的时候是跟另外几位 model 一起来的？对，你们出了一个写真书。然后那时候那时候一切还没发生，我跟徐熙娣都还没有觉得那时候还没红吗？还没，一切都没有发生。就是、那时候我们能够接受林志玲坐在五个 model 里面，就是因为她还没有名字大到说我们得让他一个人坐在豹皮椅上面的地步啊，就我们可以很安然的接着说，哎，他是 model 中的一位。然后他来过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忽然发现说，应该让他一个人坐的。而且要发好像也变得很难发，就很难发通告。对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不知道，嗯，我真的不晓得。我到底跟你差在哪里呀、啊？为什么？是你做了什么我没做的？你不是第一名吗？对，我是，谢谢你提醒我，差点就要暴露我是第二名的事。所以你不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就是他就一定是他做了什么，然后我没做，然后就是没有。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做，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人家送给我的礼物。嗯，我们碰过一些明星，他忽然成名之后，有的人会适应不良，什么压力大啊什么、嗯。你有吗？这一年来你有吗？我个人觉得还好，我反正真的觉得，我觉得很幸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而且让大家看到说模特儿，所以你从来没有晚上压力大到偷哭啊，躲在棉被里面。还好啊，我顶多就跟我哥哥聊一聊，然后我们两个人说，哎，关我们什么事？关我们家什么事？真的不了解。所以负面那些绯闻啊、包养啊、吃饭那些，你根本影响不了你，因为不是真的，就不会影响。你跟你哥感情非常好，嗯，所以哥哥有感受到妹妹突然变那么红吗？他也不了解，
他身边有没有很多人开始？他说这些人在想什么啊？真的吗？嗯，会不会有很多人要借着你哥来接近你？有一些，然后他说你们在想什么啊？是哥哥的同事吗？哥哥的朋友吧，嗯。所以哥哥从来没有带朋友去你们家看你过。不太对，从小就不吗？小时候会啊，小时候我们家的很多同学。对啊，可是等你慢慢长大变成校花的时候，应该就已经会有同学说我去你家，然后想看看他妹妹。有啊，哥哥大部分对男生都打叉叉。真的吗？对。所以哥哥不会炫耀说，哎，我跟你讲，我妹很正哦，带你们来。不会。啊，好难得哦。那你当 model 以后，你哥哥会拿你的什么签名照出去给人家？我妈妈，我妈妈是我们家负责拿签名照的。我妈妈也是，好喜欢炫耀。弟弟，我说妈妈，你这样发下去，全台湾的人应该都快要有了。那你妈会说什么？我妈说、嗯、没办法，人家要不好意思不给的。我这样跟我妈讲，我妈就会说，宝贝那么好怕什么？谁会叫我们徐妈妈？拜托，我多红啊！哎呀，好妈哪有我红啊？拜托。妈妈就叫老师，而且他心里面是有新妈情节的，新妈排行榜、嗯、他就会说，所以你妈妈应该也深受志玲的妈妈威胁吧？对，因为我妈就是那种比如说去加油站啊或是干嘛，她回来就会说，宝贝啊，今天加油站那个人一看到我就会说，徐妈妈你也来这加油啊，你看我妈多红啊，冒生命危险主持节目、欸、然后我们就一边冒汗一边想说，哎，真的是新妈的那种，你知道志玲妈妈会这样吗？妈妈应该还好吧，嗯，所以他替人家要签名照都是就是反正是他的众朋友这样，对、嗯、已经超过几百张了吧，有有有，嗯，天哪，对，所以妈妈还是属于家中比较爱炫耀的人哈，妈妈这个职位，志玲这样讲话的时候就蛮自然的，可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怎么样？我妈妈也是啊，又好假，真的，都好假，超不适合你的。所以你平常真的讲话会这样子吗？就如果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啊。所以比如说在餐厅，你要讲别人坏话，你就会说：“哎，你看那个女的长得好丑哦，外面有勾白队，大家保持微笑。”可是你一这样握手，他们就知道你在讲什么。真的吗？所以你要你知道假装很镇定的说：“那边有狗仔队，不要看，不要看，他们可能会拍过来，我们赶快走，若无其事，若无其事。”全天下的男人注意啦，符合下列条件就可以追求林志玲。我很珍惜人家手写的字迹。下一个要追你的男生，如果他自己亲手写信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追到，对不对？写信爬山这种应该完全符合你的条件吧？嗯，然后带你去看画展啊等等的，我歌舞剧，歌舞。讲坏话，为什么知道？你知道若无其事，若无其事，因为你这样一比，他们就会说，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啊，是你现在碰到狗仔队会在意吗？还好啊，会好好不会不会。你觉得写你负面新闻你比较 care， 还是跟你翻白眼的照片？都一样吧。碰到狗仔队的时候，你会保持微笑？不会啦，其实大部分我不会去注意，所以也不太知道。那如果真的被你发现了呢？你会去就是跟他们谈谈或什么的吗？我有过一次。嗯，我有过一次，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最近有人在跟踪，可是我不觉得是狗仔队，我觉得是好像是疯狂的影迷、对，所以那时候我有点担心，然后后来我一直觉得说怎么一直有人在我旁边，我就忍不住过去问他了，然后你怎么跟他讲？我说请问你是疯狂的人还是狗仔队？然后他说什么？然后他说没有，我都不是，我只是在这附近的路人，这样没有。后来有交谈一下，这样子。所以他到底是谁？后来是啊，嗯。还有郭仔就不好意思承认的吗？没有吧，可能就在一刹那间。你为什么有勇气？万一他是疯狂的人呢？我觉得那时候还好，因为旁边都有人。那如果真的到我家，反而不好。对啊。对。可是你真的有遇到疯狂的人，对不对？是不是脱上衣给你看还是什么的？没有，就感觉是跟踪的感觉。你是不是有遇过铺路狂？有，小时候啊，每个人都有遇过。小时候我有遇过。他是全身裸体吗？好像是，就大衣，然后里面没有。哇，那他那天任务很成功哎，因为他听到你的叫声一定爽翻天了。不过那时候是小学生哎。我跟你讲，林志玲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林志玲有很多动作很像来过我们节目的水蜜桃姐姐。真的啊、对他们俩很对不对？水蜜桃姐姐跟你长得很像，你有没有发现？就同一个路线的。对。然后，
你刚刚讲说你有没有遇过暴露狂？嗯，然后水蜜桃姐姐如果叫她想事情，她会这样。往上看，对，像有小时候这样，然后叫你想一下，你就从来没有这种娇嗔的表情吗？有没有遇过暴露狂？有啊有啊有啊！你什么？你摆上你秘书的表情？秘书？不对啊，就他们要叫，然后就哦这样子，要你知道整套，对，要有儿童的样子啊。我知道，你再问我一次，有没有遇过暴露狂？有必要搞这种？想起来了，我告诉你不要跟别人讲哦。我就是把你教坏，你不要走这个路线，我受不了。所以志玲有被女同学班上女同学排挤过，因为你太可爱吗？不会啦，在学校没有，在学校没有。所以朋友一向都还蛮多的，是不是？嗯，而且其实同学感情都很好，我们到小学的同学现在都还联络。听说你很爱保持情书啊。以前，对，你第一封收到情书还在吗？第一封收到，男朋友写的在，然后如果不认识写的，被我爸爸丢掉了。本来你是想留的，可是被爸爸丢掉。对，我很珍惜人家手写的字迹，像现在的人都不太写信了。对对，就觉得好珍贵哦。你对 email 比较没有感情，手写的比较有感情。对，我常常觉得 email 或简讯有些是人家打好你传的。你在 forward， 所以如果下一个要追你的男生，如果他自己亲手写信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追到，对不对？很有可能打动你。就亲手写完信之后再去爬山，这种应该就是爬山。又看完节目很累，就是他本来在健身啊，要练书法，开始跑去写信。要写信爬山，这种应该完全符合你的条件吧？然后带你去看画展啊等等的歌舞剧等等。所以你喜欢约会的内容是看歌舞剧、文艺表演是吗？不见得啦，不用。其实真的是你喜欢男生，我觉得什么都好。对啊，比你矮的呢 ？OK。他可以躺在沙发上整天看电视节目吗？要牵着我的手就 OK。真的吗？两个人一起变电视白痴可以吗？就 OK， 牵着我的手就 OK。两个人变胖子了，你知道，越来越胖。OK。只要牵着你，我觉得什么事都一起做，那种分享的感觉很好。就他如果要看电视，2006年林志玲变胖的画面，真的。小心眼，谁来牵着他？所以你是属于一谈恋爱就会缠着男友那种。我不会缠他，我天天腻在一起是 OK。我也不需要天天腻在一起，可是我们希望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珍贵的，叫做 quality time， 就是有品质的时间。真的耶。所以他不需要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有钱或很有权势的人。对，很穷可以吗？其实很穷啊，其实有钱他有可能突然变。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那很虚无缥缈的。就像是其实我现在可以有自己好好的工作往前进，那你也可以一起前进，我觉得就够了。可是不能穷到要你养吧？我真的觉得还好。我觉得那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康熙大词典，听听看爱狗的陈文健对于狗生病的做法。把我对母亲的照顾都拿去全部用在狗身上，然后把我对应该小孩的权威都全部用在我妈妈身上带过来。那妈妈跟狗如果同时生病，你会先送谁去医院？我会先送狗呀，因为我妈妈可以叫救护车，我的狗不行，我要怎么送？正常。康熙来了。对呀。那今天我们。你就会互相帮助嘛，然后以后你也会帮我。可是如果是终身的穷光蛋呢？为什么会有终身的穷光蛋？他跟你讲阶段性，下一个阶段就不会穷啊。我知道啊，我觉得他心里不穷，我会觉得很快乐。我觉得一定有别的是弥补这个人的。你说可能，林志玲超正面的，你不管怎么惹他，他都用正面的方法回答。心里不穷这句话也讲得出来，我觉得一定有啦，一定有这样子。那。我输了，你没有办法这么挣。你要有钱人，我不一定要有钱人，但是不能要我养他。我觉得他要有基本的能力。OK， 对，那年龄比你小或者年龄比你老呢？我也觉得还好。老20岁，老20岁又穷，又穷。老20岁已经很累了，还又穷干什么？其实最糟的情况啊，您这里是去哪里找到这个人的？我还很努力。
我其实真的没有设限说一个框框，好像他一定要什么样的年龄或什么样子的经济能力。我真的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很重要。18岁大学生呢？哇，他真的今天唤起无穷男性的。18岁，你们都有希望的，你们都有希望的。全台的男生。林志玲，你说有一个死穴，就是他好像不唱歌哎。我真的不能唱歌。哎，对耶，我有听过你在那个访问的时候说，拜托不要让我唱。为什么？因为我的声音啊太娃娃声了，我朋友都说什么歌被你唱起来都你可以唱感情迪士尼的主题曲啊，或是对啊，而就是那种民谣啊，童谣，两只老虎，类似这种吧，儿童歌。所以你不唱 KTV 吗？我大部分去就是陪朋友，然后我跳舞这样。啊，西弟，你陪林志颖哼一句《两只老虎》。好好好，那个一人一句再合唱好不好？好，用卡通版。卡通版，那我要调一下。啊好，谁先？我先。就是让你先吗？干嘛还不唱？其实你先啦，好，你先可以才好跟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不是换你唱吗？好，宝贝。动作我输了。